亚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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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猫老鼠那个哒哒哒哒哒。王哥，你咋没说我打错了呢？你他妈到底要干啥呀？王哥，你不说让我再打电话，我试试吗？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吗？不是咋的呀？啊！我买枪。你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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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寒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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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他妈打啥的？没有加特林，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王哥，你别冲动，我买把短枪，打个钉儿没问题的，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你这个短枪买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十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冒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，等我挨着黄蜂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累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集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别冲动，放老王，只有一万，我只有一万。我爱你，如果我要的一开始你就给了我，那我就失去了你这场游戏的理由。你也知道，我没有那么多故事，我只有你这一件往事。